好的，坐车坐到南大门了，这边他们那个车子速度很，坐起来很舒服，30元人民币值得。它就会长草，所以你就要种。对，这样。嗯，那好了。目前所看到的这个位置点呢，就是南大门要搭游园那个摆渡车的位置。在这边没有看到售票亭，看到几乎都是以扫码的方式做。这个大概排5分钟可以看到早上人潮蛮多的。其实我们是从西大门坐下来，那之后要从南大门，为了拍整个搭摆渡车整个一个在园区内的一个景色，所以说阿周特意的跑过来这边再搭。其实花30块钱来搭这个摆渡车，整个来讲随便你坐。他也不会支持你，只要把你的 QR code 的那个码再扫一次，随时都可以做，只不过是要排队而已。车人到齐了，在一起排队进去。你的条码。要走那么一大段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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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多少人坐呢？看一下。在排队搭车的过程发生一个小插曲。出行是文明旅游，总是有人插队，还会顶嘴。特意的坐在最后一排倒着坐，把整个车子行车在园区的一个情形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接着就跟着我们的荧幕就看下去，后面就大致上还是不再讲解。
OK， 车子坐到西大门的终点站了，继续后面的行程哦。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下次影片见。